轩轩今天怎么还没出现？弟弟，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哭啊？为什么会这条项链？借我看一下。不行，这是轩轩的。轩轩人呢？他转学了。那为什么项链在你这里？ 我打赌赢到了，后来他又不理我了。你喜欢轩轩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，你根本没有很想要这条项链，你只是希望他多陪你说话，陪你玩。结果你把他的项链抢过来之后，他反而更讨厌你了，对不对？ 好啦，不要难过了，这次就算了。但是如果你长大再这样子，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，知道吗？那我要怎么办？哥教你啊，但是你要用这条项链跟我交换，怎么样？外加一份答案吧。两个，成交。啊。 其实呢，要让女生喜欢你的第一个秘诀就是玩游戏的时候输给她。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喜欢的女生就是这样子的啊。她很聪明，但是脾气很差。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个重点，你现在给我听好了。女人呐，是很容易记仇的。啊去！哎。 Thank you.
睡不着，我不习惯睡外面，我会失眠。可是你上次在我家睡得还蛮不错的啊，是不是因为没有我在啊？你肚子饿不饿？我弄点东西给你喝。 小心他。谢谢。我发现，我每天见到你，都会觉得比前一天更喜欢你。就好像现在，我觉得我已经很喜欢你了。可是，一到明天，我一定会比现在更喜欢你。是不是很神奇？你在说什么？ 我准备了一样东西要给你。这条项链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，就像我是好不容易才让你相信。 真心喜欢你一样，我帮你戴。你的表又响了，我的表会响，是因为我已经在你心里了，对吗？ 直到。